没了，打满了，不用抽了。哟。好 ，Hello， 陈静，欢迎来完成了。反正我今天就是爱抓一些比较快的牌组。哎，如果我们今天这一套试完之后啊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可以用来打无限制环境的快乐牌组？再丢给我，提供给我，然后手速。我们先稳稳的都解掉。嘿，他应该不会卡我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好啊，精华。反正如果他真的卡我来讲的话，我这里还可以再人偶手术施工，对他卡不住。这样没有问题。强烈建议官方前三回合秒数修短20秒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卡牌游戏应该要这样，谁会在那边第一回合想那么多啊？大赛土法五连败，结果回去无限制天梯突然五连胜，是故意的吗？可能大赛真的都是给你比较恶心的对手。啊？什么我好扯没有？难免你猜测。哎呦！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提早斩他？这要打人偶手术，人偶手术试试够，好，我们赢了。耶！yeah!可以耶、欸！我这样的话，我不知道什么，越打越觉得说傀儡大于一切，然后抽创造物的东西可以再多，用绚烂来做攻击力。好比说好了，就是绚烂也是直接几次打头，还可以帮你过一张牌。那如果我们有很优秀可以帮你逼抽创造物重折的卡片，我们也可以选进来。目前现阶段来讲的话，没有遇到什么海王比较没有帮助的，对啊。快乐起来，所以重点只要是有雷流就可以很嗨了。帮我想一下，就是可以必抽创造物的卡片。我记得有一张的二费法术嘛，还可以抽两张，有那张感觉也是蛮不错的。哦，对面是图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三张了，好快乐哦！拉之力早点秀。装备卡与风叔的右手，下一张必定可以斩杀，前提是你必须要回到下一回合，活到下一回合。这里再塞，哼哼，我等等就直接塞雷流，然后人偶手术，人偶手术，好快乐哦！感觉很像布尔，就是往全部都能够抓去思考。毕竟他的法术已经不能放那个一费的，然后点两张仙木去了。我原本是要打气牌比较开的话，我就会带那个。那单单就只能希望闪耀了，唯一只靠闪耀。不是无限制吗？不然哪来的欢乐？没有，这个是要打那个认真的。不然我们可以打一场无限制，打一场指定。没有啦，我怎么觉得？下一回合又是16攻，哎，太快乐了吧！这套是有一点点机会赢气牌气鬼。如果我前面也是长这样，然后对面稍微卡一点点，我们依然可以在无费的时候收他。他这里还不知道他几天要死掉了，连个守护都不想下。然后我场攻还有11、11、13、13，还在马基沙，自己人叫肥宅，然后自己人及时打我头，八攻，
就问你，八公敢不敢塞到我脸上？哇，他想要听你术士塞到我脸上吗？那他要后悔喽。再见了。十四宫带走。耶、yeah! 欸好强哦。その罪を包んであげるよ。噔噔噔噔。Win win。艾伦。遇事不决，什么什么东西？每次那个爱心都会挡住。遇事不决，直接卡西姆罗下，没有拿到进化点。哦，是盾呢、欸！幸好我下对东西。哇，对面也太特别了吧！那我这样我有点下错了，应该要先下宏伟的校色。雷流不出来的话，我没有补到那一飞。对啊，刚刚该先下宏伟校色。哎、欸，只不过我很像也没差，就差在就是我有没有可能右手那个人偶手术。要来了吗？要来了吗？起来一波影了吗？起来一波影。好耶，太好了。下一回合，雷流，弗雷亚，弗雷亚还有机会可以击巧。哭啊！这里不会打那个哎、欸。卡因波影哦，对，其实我们应该留到最后等做斩杀。幸好我打过校色。但如果我们是七倍斩杀来讲的话，没有莱姆尼耶应该也还行。这一场啊，只不过那边是可以留的。绝代之的是我那边应该要打那个弗雷亚，反正都是二飞，不会神到飞。他的那个闪耀怎么来那么及时啊？哦，幸好我只让他抽了一张。这里有机费吗？哎、欸，意外发现我的可以按一波眼像有效了。丢丢！我帮他卡了三只。他到底是怎样了？他那个也不会有效果对吧？因为我已经消掉了。起来 ，boing！傀儡情人 ，QQ， 好，换掉，哟，不知道该怎么讲哎、欸，我反而是因为我 KI Boy 先下了，然后卡了他三只，他判断错误之后，我反而是可以靠这样站。因为我这边是无法单回合直接做出7+2的，我觉得差别应该是在于就是你要用傀儡奇人斩呢，还是你要用雷流斩。如果要雷流斩的话，绝对是要留的，因为雷流斩就是纯靠本身的雷流人偶，然后硬 A 上去。如果是傀儡奇人斩的话来讲的话，就天天有命。